虛裝，虛裝是少林功夫一個很重要的功法，亦都是所有少林功夫的捉機的方法。乍眼看下去，虛裝好像很簡單，其實如果要做得好是不容易的。對初學者來說，要求不需要太過嚴格，只要你覺得舒服適合你就可以了。做虛裝，我們全身放鬆，上身放鬆，膝頭微微的屈低，我們的身體保持放鬆正直，然後我們將雙手輕輕地放在我們身體的前面，高一點也可以，低一點都可以，然後嘴唇微微的合上，脷輕輕的頂住上顎，你可以擘大隻眼，或者輕輕的眯埋隻眼來做都可以。做法就好像這樣。放鬆，好舒服的，這樣站一陣，喐動的虛裝就是上下的輕輕的一落一上，一落一上，做的時候保持全身要正直舒泰，不要太累，你的腳屈到幾多就幾多，少少的都可以，不要要求自己做得太過劇烈。當你純熟的時候，你或者可以踎得低一點，但是初學的時候只是輕輕的動作就可以了，就好像這樣了。記住一點，就是身體要保持正直，當你下去的時候膝蓋微屈，當你上來的時候頭好像頂住一個豆袋一樣頂上去，就是這樣。一二，很輕鬆的，這個就是虛裝。虛裝對身體的健康有很大的好處，它能夠幫助我們身體的血氣循環，它亦都可以強化我們的大小腿的肌肉，同埋我哋呢個膝頭哥嘅靈活度，亦都可以保持我哋嘅脊椎嘅挺直。虛裝係練所有少林功夫嘅基本功法，亦都係必須練嘅功法。